Hello everyone, this is TDWG.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I got 10,000 subscription. Change, change. 我是台湾人我本身自己英文不好，所以除了一开始开头是讲英文的，我们后面就讲中文就可以了。人不要这样逼死自己，对吧？我们 TDWG 频道是从2022年8月27号开始营运，只是2023年3月16号达到订阅数10,000哦。那这总共的这个 A 跟 B 的这个时间轴，总共是花了201至202天。我相信这个数字如果跟一些很厉害经营 YouTube 的人来相比，我应该就是算一个小咖而已啊。但是今天能达到10,000的订阅，还是非常谢谢各位粉丝你们的努力，按下了这一颗订阅给我的一个信心。所以我在这边呢，想要特别谢谢在这一段时间轴里面前五大国家对我最欣赏也是一直持续观看我们频道的这些粉丝说一声谢谢那以下感谢的这个并没有那一个大小顺序就是五个我就随便讲那因为我们是台湾频道，所以观看我们频道最多的就是台湾朋友在这边很感谢各位台湾朋友们持续拜托继续关注本频道小频道经营靠的就是本土客持续的观看台湾朋友们谢谢你们。那再来我要感谢的是日本的朋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也蛮喜欢看我频道的，可能是因为日本的文化也跟台湾接近吧，跟那个形态意识之类的，可能这种文化的影片你们会比较喜欢接受。日本の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感謝する。接着我想要感谢国家，就是韩国还有美国朋友，Korea and USA friends, thank you very much。那最后一个我想要感谢的国家是香港的朋友，多谢。那目前我们的这个小频道是从10,000继续迈向20,000的这个过程之间不论是摄影设备这个都还是在目前非常很简单的手机的使用上来帮各位拍摄影片让大家观看所以像这个是第一次的感谢影片画质啊还有这个设备甚至连补光机具都没有就像大家看就是一个纯素的一个空间这样直接拍出来还有一个白白的素景墙壁。那我自己是希望看是不是真的有机会能慢慢成长到一个10,000规模的频道。那在这边就必须要协助各位粉丝的就是说希望可以大家帮我多多推广跟订阅。那我也不知道下一次感谢影片应该是要多少毕竟10,000到10,000中间还有好多个万，对不对？那我只能在这边想跟大家说，就是我们20,000见，拜拜。